种。我这人怎么了？就是像这种人才会这么多车祸。这一模人嘛。我这一模人，我他妈要走马路给车撞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红线，红线，报警啊！这里民众的，我这一模人嘛，我这一模人，我他妈要走马路给车撞是不是啊？那你过就过，你可以说麻烦一下，红线你都不会违停，你都不会有临时停车，我不会这么没水准。